Don't go there. There's creatures who are hiding in the dark. Then something came creeping. It told her, don't you worry, just follow everywhere I go. Top of all the mountains of Alino. Hear everything we've been dreaming of. Just let me in. Ooh.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每次都穿上裤子就来了，人家打188看跳舞，我是不是可以打火锅看跳舞啊？我是不是可以打火锅看跳舞？感谢谢谢，谢我老公。有没有很清纯的感觉？今天的打扮有没有很清纯？好，怎么不好？格局没打开，我就录了俩。我格局就录不，我格局不是格不格局问题，我就录了俩，一个火锅，然后呢，两个的话就高能预警吧。两个应该魔法书，那就魔法书，两个魔法书，有一块一慢，一块一慢。今晚清纯秀，我不是不敢跳舞吗？不敢跳，所以我就提前给你们跳好了呀，提前给你们跳好了，火锅可以领，已经很低啦，很清纯，下次不许这么清纯了。我中奖了，鱼子酱没回我，大参谋给他冲一下。哦，不是，应该不是冲。挂火锅和魔法书图片就好了，大家都懂，我直接打出来也是一样的嘛。我没有其他的图哎。24号得逼累几十次，我不是很想，但是24号肯定是要跳个好看的给你们。怎么领？你刷了过后找场控领。你刷了过后找场控领，宝贝。那不得你先刷呀，而且不一样了，这是我刚刚弄好的，是很短的超短裤。很短的超短裤。想金莲了，莲莲不是这样的吗？哎呀妈，我这手黄的呀，黄的不得了啊！不知道，因为我掏粪去了，我操了！不知道，因为我掏粪呢。放你命里凑个数，把高清的发给你。等一下啊，需要转一下格式。你看一下过后你来评价一下，刚好发给你个高清的，你看了一下你评价一下。刚好看了，等一下哈。别抖我，别抖我，我来大姨妈了，不可以随便抖。穿棉袄直播，你们这些人肤浅，肤浅，极度肤浅，极度。感谢谢谢清明。
夫去。感谢谢我老公。我们十二点有个公会赛哈，兄弟们，麻烦你们了哈。没看清楚，再掀起来看看。嗯，刘三林不把我们当兄弟了，你叫谁大名呢？你叫谁？叫美女？我是不把你们当兄弟吗？我是不把超管当兄弟。你们中间潜伏着超管。等一下啊！感谢谢江勇哥哥。感谢大宅天魔，谢谢轩腾。大名叫什么来着？不告诉你。这也太短了吧？什么太短了？时长太短了吗？时长太短了。我录的三分钟的一个舞蹈啊，录了两个六分钟，不算短了吧？你吼再大声点，我吼再大声怎么了？裤子太短了。还行吧，还行吧，也就一般般短了。也就一般般短。感谢谢我老公，感谢谢就这也行啊，这么晚播，哎呀，这不是起不来吗？你气死我了！我现在越睡越久了，难道是因为来大姨妈的原因吗？这个管理真好，每次先体验，那必须啊，因为他是工作人员嘛，啊，这个就是工作人员优先体验。我也想调时差，起不来干嘛？就大姨妈累啊。你直播我们都快睡了，晚上人还是有的，宝贝。能得到金莲一次，乃人生一大幸事。哎呦，真的，我想了以前有个人说话呢，说如果能让我得到金莲，能睡金莲一次，我宁可少活十年。而怎么想的呀？你们是怎么想的？宁可少活十年，活二十年。兄弟，要你命不是真的，要你钱是真的。那可不必，是个狠人，我愿二十年。我干啥？我要你们命还能给我续上吗？要钱。火锅有啥看？就火锅有什么看？你可以问一下温顺的西门。然后魔法书可以看看俩，就一块一慢，一块一慢哈，一块一慢，就是魔法书可以看俩，火锅可以看一。物超所值，他说我裤子太短了，我觉得穿的也不是特别短，还行，主要是我身材好。
主要是我身材好，所以同样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和穿在别的主播身上完全效果不同，你们可以看一下，好吧，你们可以看一下，兄弟们，我走了，六三零，为什么才看一号就走？最顶的那身衣服录了40分钟，已经不能再超越了。今天这个比那个，这个是不能在直播间，就直播间一票就会，可能会因为衣服过短而 A 类吧，感觉。你又在搞什么飞机？在吃山楂呀？那迟到没意思，没有啊，晚上10点11点播啊，差不多呀。好酸哦！我知道了，肯定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这个，肯定是因为这个打广告，打的，打的不尽人意吧，所以你们不看这个舞蹈。哪个呀？我记得我塞进去了呀，放屁，我看看。谁说我姨妈巾露出来了？放屁吧！那不是呀！我的天哪！我行，哥不喜欢，但是连连你的长相哥很喜欢，连连你的舞蹈哥很喜欢。连连你长得很漂亮，叔很喜欢。连连你身材很好，叔很喜欢。连连你跳舞很好看，叔很喜欢，但是你今天这个发型叔很不喜欢。这衣服，我说你们熟，我说你们熟，你们没一个人承认。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你们这些人说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就像
是你们觉得哈，你们觉得我这个主播天天来这儿挣钱，像个乞丐，像个网络乞丐。但是呢，但是你们并不知道，Here we go in 5, 4, 3, 2, 1, go! 我手有点干吧，你们懂吗？我手有点干吧哈，懂？ 3, 2, 1, stop! 说什么打火机呢啊，说什么打火机呢啊，最近手有点干啊，有点干吧啊，有点干吧啊。这么多了，火锅看跳舞看不看呢？要你命的那一种，比前两天上电视的要你命还好看，比上电视的好看10倍、20倍，好吧？我都已经说了，就在我这鱼牌效应下，你们还在想什么？对不对？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对不对？那在我这鱼牌的品牌优势下，是不是新加了全网推广、价格低、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优势？你们还在犹犹豫豫？你犹豫？你、啊、感谢谢谢我李李呀，谢谢我李李。李李，你稍微等一下哈，我让技术人员在微信给我传一份。啊，我让技术人员微信给我传一份。你犹豫，你徘徊，你等于白来。你们还在犹豫，你不用问价，你也不用讲价，好吧，也不用怕被宰，全场只要一个火锅，你随便挑随便选，全场只要一个火锅，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真正的物有所值，拿啥啥便宜，卖啥啥不贵，全场只要一本魔法书。一本魔法书你去不了香港新加坡，是不是说1000到10000就四个字，好看耐用。 3, 2, 1, go! 大家说说看，这魔法书，这魔法书贵吗啊，这魔法哎啊，12点了，打工会赛了。你好，哎，我们是打工会战的小姐姐。对对，我们是三局两呸，三局两胜。是打三把看流水还是打两把呀？嗯，我看一下规则，海选赛1v1，不知道了，问一下。一局看流水，一局看流水，三天流水总和晋级。我看群里说的。哦，好，那我就好嘞好嘞，那我准备了。好，那我就准备，那我闭麦了，一会儿见。嗯，好好好。我还没说完呢，还没跟你们说完呢。一本魔法书100块。哎，我怎么听到有声音啊？我怎么听到有声音啊？我们先打 PK 哈，我们先打 PK。感谢谢淡忘，谢谢学车啊，感谢独自流浪。一把看流水哈，一把看流水，大家有散票上散票。我们先打完了，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好吧？又涨价了，又涨了一块，涨什么一块？没有啊，100块可以领取要你命 plus， 要你命 plus。感谢谢廖江勇，谢我那个去，感谢我是一个小虎牙，谢谢秋风不扫。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能量石啊，我们有能量石可以抽抽能量石，我难得打把公会赛啊。大家帮帮忙，求你们啦！我开了，我开了互动礼物啦！现在送能领取啊！现在送能领取，宝贝，现在送可以领取。感谢独自流浪，感谢谢打虎粮，兄弟们。
火锅有，火锅有一个啊，有一个慢的那一种，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是开火车 party train 的快的。另外一个是快的，就是两个。感谢谢谢谢谢大哥，感谢谢黄花大桥 KKB， 感谢谢我李李，联系一下鱼子酱鱼塘哦。感谢独自流浪，感谢谢城市行者，感谢林一豹，谢谢我深情，感谢我深情。那个账号才跳舞，不是，那个账号今天还没出来吧？今天什么时候出来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呀。感谢小圈，我们追一下 PK 啊，宝宝们！这样子吧，给你们做一个特价活动，给你们做个特价活动吧，就一个火锅吧。不对，不是一个火锅，不，一本魔法书，一本魔法书，把之前的那个，把之前的30个要你命也给你了，30个要你命也给你，就一本魔法书，除了这两个，就要你命 plus， 还有30个要你命，小的要你命都给你，就属于一本魔法书，都给你，感谢谢食言。狗都不要，那岂不是发财了？还不赶快捡便宜！狗都不要，哦，我知道你是狗，我感觉快有一个亿。哦，错了，没有，说错了，之前的那个不算啊，之前的那个不算，不行，我答应过你们的同品类不能降价，之前的不算，就一本魔法书跟之前一样吧，火锅看慢的魔法书一块一慢都给你。我不能做奸商。感谢谢我今年我答应你们呢，不能说到做不到。你们都不帮人家追追 PK 了吗？看流水的耶， PK 看流水的耶，我们能追一下吗？我说的是同品类的嘛，同品类的，来，追一下。我最近只流血没有流水，魔法书要你命 plus， 魔法书要你命 plus 成兔。感谢谢浪迹天涯，他们还没有弄好，技术人员先给你一个截图哦，宝贼。技术人员抓点紧。感谢求网民，感谢谢太遥远，你把人家看得太肤浅了。感
谢谢星空陌路，感谢陌路哥。魔法说哈，魔法说 plus 要你命，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如果这个要不了你们的命，你们回来找我好吧。这个就是两个是 plus， 就直播间我肯定跳不了的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plus， 抓点紧哈。今天过了就这两个，这个 plus 就不要了。要不了你命，你回来找我。就是这么自信。公会战球上上，公会战球大家上也上，感谢秀黎黎。我命为什么还在？因为你没有看 plus。万一回不来呢？说明你死了。感谢秀黎黎啊！感谢我黎黎的1314。笑什么？有 Plus Pro 吗？你要说那个慢的是 Plus， 那个快的肯定是 Plus Pro。兄弟们，这是公会战，兄弟们，这是公会战，跪求你们啦！还有鸡哥，谁奸商啊？谁奸商？一天天瞎说。一个是以表情为主，一个是以表情为主，一个是以那个。一个是以那个电臀为主，感谢谢我李李，两个不一样，各有千秋。感谢谢我李李，技术人员好了吗？技术人员应该好了，可以上了，兄弟们，先上先得。衣服也觉得够短，是真的挺短的，就是我感觉蛮就是真的很短，你可以问一下 Peter 吧，好吧，当然是不一样的，好吗？感谢谢李李，搞定了，技术人员搞定了，可以上了，兄弟们可以上了，技术人员给我一个。技术人员给我发一个哈，技术人员给我发一个。电视怎么领？电视找鱼子酱鱼塘。怎么说呢，几乎没有长度吧，那个衣服，那叫衣服吗？那叫一块布，那他妈叫衣服，那叫一块布，遮羞布。你们还不充钱？还不充？哎，我有时候就佩服你们这些男人了，好吗？明明自己帮摁了，还在那里忍着，100块都不愿意忍成，都帮摁呐！你对自己好一点嘛！感谢我黎黎，感谢嘴大。怎么就不行啦？感谢谢达爸爸，谢达爸爸的魔法书。
感谢嘴大，我已经享受过了。不，这个 plus 你没享受过。我应该给他取个名字，我应该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正能量。应该给他取个名字叫正能量。我们追一下好吗？那应该也不会。感谢谢布偶猫领取的分享一下，分享什么？跟你分享就真的很好看，是吗？咱们还能追一下 PK 吗？只有七分钟的时间啦，我的好兄弟们。已经出来了，大家联系一下鱼子酱鱼糖领取一下哈。你可以双击横屏点左边左上角去。感谢谢大参谋。感谢大参谋，你们要去，你们都去啊！你们去，你们去，你们走！感谢谢谢谢我 Peter， 大家虎粮叫一下哈，不去了，大家虎粮叫一下哈。逐渐狂暴，双击点左上角过去，去吧去吧，死吧！嗯，我直接写个魔法书吧。啊，简称母老虎。不行，我得上对面刷去。不能追了吗？你们就觉得这漂亮，你们去死吧！当初对我说，金莲你在我心中是最美。欢迎小七啊，还有十分钟啦，追一下 PK 吧，这公会赛。哎，你们就光说人家漂亮，人家漂亮，你们怎么不去啊？我没看到你们过去刷呀。感谢秀黎黎的又一组一三一四，感谢秀黎黎。可以啊，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兄弟们有没有刷虎牙一号大哥？我现在我跟你们说，我只有一个兄弟，就是黎黎，黎黎是我真的就我唯一的一个兄弟。现在刷虎牙一号，好吧，给我称兄道弟，从此以后我为兄你为弟，我有兄你有弟，我们是兄弟，我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好吗？兄弟们，这是公会赛，求你们了，兄弟为我两肋插刀。你们还不为我两肋插刀吗？小七刷不刷？就一把，小七你刷不刷？你刷
小鸡，就一把，就只有一把。麦奎尔啊，麦奎尔啊，好家伙，浩南哥不要了吗？他是我爹，嗯，兄弟不一样哈，在我心里，宝贝是宝贝，亲爱的是亲爱的，老公是老公，爹是爹，好吧？错了，快快说，只有两分五十秒了，加快，你拉我回来就行。你先表现好吧，宁死不屈。感谢。差一万分我能资格十百千万，差不多呀，差不多呀。你们一人上本魔法书领取舞蹈嘛，领取舞蹈看看先嘛，可以加呀。可以加呀。三八快说，欢迎婉婉，哈哈，好，把你拉出来，狗日的。你已经出来了啊，你刷他，我再把你拉回去，我再把你拉黑，我再把你拉回去。这有什么糊涂的，刷少了呗，刷少了呗。能量收了，动一动，我们试一下，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感谢玩玩，输出全靠猴，我的兄弟们。感谢福州物语，感谢我小七，咱们闪票一起动一动，能量石一起追一追，兄弟，你也是兄弟，你也是我这辈子的兄弟，我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你看。只要我有的大的全是你的。还有二十秒了，有没有哪位好兄弟帮我追一下，感谢就申请，感谢玩玩，我没跟你们扯淡，我只说到做到。感谢魔童，谢龙雪，相信我，还有三秒了，来吧，追一下，追一下，十秒八秒 fire 打他，五四等一下，我先截个图哈。等一下，等一下！我操，弹了一个什么广告出来？接着我火锅的瓦豪车。James 啊，感谢老刘，老刘不在跳舞呢吗？大哥开豪车来接我来了。没有啊，他不是，他们是守塔。感谢谢现岁一十七，谢我是一颗小虎牙。小姐听得到吗？哦哦，马上马上，小姐我截个图啊。好。好，恭喜你啊，恭喜你，恭喜你得了冠军，我的亚军哈，我撤了哈，拜拜。好好，再见再见，嗯。那凭什么？我也是美女啊，我也是美女啊，为什么他们家上那么多呢？对面更美，你放屁！
我承认对面很美，但还是我最美。画质高清的哈，你看了你可以放大看，宝贝。就因为我换了这个发型吗？今天穿的多，没想法是吧？什么迷之自信？你放屁啊你！我这叫本身就底子在这里好吗？欢迎蓝黑哥，底子放在这里的。吃完了。我要开始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给大家录了两个。平时我在直播间跳舞的尺度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各种给你们花哨，但是有一说一，这本魔法书你刷出来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兄弟们好吗？魔法书不算贵，你不用回去开个家庭会。我这个东西呢，我舞蹈呢虽然不是传家宝，但是老色批们离不了啊。你三年五年你用不坏，你还可以传给你的下一代，是不是？你这一代买了，你下一代是不是用起来也很顺畅？你生个儿子是不是以后他长大了也能用得上？100块又不多，你买不了房子，你买不了车，旅游你也到不了莫斯科。100块你不白花，一年四季你都用得到它。这100块不咋地，扒不了房子，卖不了地。兄弟们，虎牙不倒枪，合集正能量。你要生个女儿，那就给你女婿用，让你女儿能够夜夜笙歌。真的比要你命好，这是要你命 plus。 真的，只要你们一句话，我愿意用尽我的余生去圈你的钱，不计任何回报。只要你们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们翻山越岭，赴汤蹈火。魔法书看跳舞，这6个字臣妾都已经说倦了，好吗？兄弟们，走一走，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吗？南来的北往的，你们去过外国的，到过外地的，好吧，你们留过学的，访过美的，你们大街上面亲过嘴的，本产品刚出来，来到虎牙大平台，能上电视能看到，四季都用就是好。如果你说没看到，证明你的钱包没信号。能行不能行不，这 plus 能行不？说实话，多久了？多久了？难得我愿意给你们出一个，多久了？多久了，兄弟们？还不准备走一走吗？新产品刚刚到，那虎牙游客都知道，要看质量行不行，买了就给你证明；要看质量好不好，你看看好评就明了。兄弟们，说的美，夸的大，不如让事实来说话。你要刷了一本魔法书，如果没要了你命，好，你回来找我。感谢小七，谢谢你，我的好朋友。先让小七给你们那个试试水儿，好吧？先让小七给你们试试水儿，好吧？小七。你公平公正公开的，你看完了跟大家说一下。跳舞啊，成那么多犊子就是因为不能跳。第一，我跳了要逼累；第二，我来大姨妈了，知道吗？感谢，谢谢 M， 谢 M 大哥，谢谢你的魔法书。
我所以说呀，所以说我才就是就提前给大家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年底的一个促销活动，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一人再送一个土鸡蛋吧，一人再送个土鸡蛋嘛，这样子可以给你们就是补一下身子，好吗？一人一颗土鸡蛋，好吧？就一本魔法书，外加一颗土鸡蛋，邮费自理哈。O 不 OK？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最大的那个，感谢谢我皮塔 ，O 不 OK？ 哎 ，O 不 OK？ 感谢谢我皮塔，还有盆底肌，男性的盆底肌训练可以给你。你就说是不是看了之后着不住的？不是你着不住，是你弟弟着不住。盆底肌也给你，盆底肌男性盆底肌训练方法也给你，好吧？就要你命 plus， 我不信。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们听过吗？你们听过有鱼的名号吗？在鱼牌的品牌优势下，我们这个真的 plus 新加了全网推广，价格低，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优势，所有的这些出品的 plus 都是为大家就服务，精心挑选，精心策划下的每一个内容都非常的优秀，好吧，都非常的优秀，好吧。你们还在这里犹豫和徘徊，你犹豫你徘徊，你等于白来。OK， 送，别说了，那你快送啊！那你快呀！兄弟们，人人使，人人用，100块不会让你心痛，好吗？挂鱼牌卖鱼货，来的都是回头客，那一分钱一分货，花小钱买好货，不买真的就是你的错。真的，你们放心用，大胆的购，好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你犹豫，你徘徊，你真的等于白来，好吗？你们这些就是皮特买了皮特用哈啊，皮特买了皮特骑，哎，你们不买干着急。感谢谢归来人是孤星。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上电视看一下普通的要你命，还有这个要你命 plus。 感谢简单，谢谢你简单，你给我发，你给我那个那个哦，你不是那个简单啊，你不是那个简单啊，那你联系一下鱼子酱鱼糖哈，你联系鱼子酱鱼糖。这个就是 plus 啊，这个真的就是 plus 啊。感谢谢有安凯家精神小，我这个就是 plus 啊。啊，是这个简单吗？是这个简单吗？简单是你吗？这是你吗？等一下哈，我那个管理技术人员，你这个又出问题了，反正就两个，要不你直接发给我，你直接把那两个发给我直接发就行了，就两个。感谢鸡哥，感谢谢 W， 谢谢 W 的两组188，谢谢大哥3组啊，这么多简单，以后我要叫复杂了。对呀，我都不分不清哪个简单是哪个简单。谁在线解压了？我哪知道啊？所以说你这个弄的就很麻烦，就两个，你拿给我吧。感谢谢威，胜者为王，问题不大，好吧？感谢谢，我是一个小虎牙。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些男人不能看东西太肤浅了，我们要往高了干，好吗？要往高了看，你把你的审美提一下，好不好？那有些没有那种，就是有些那种没有衣服，那好看吗？那好看吗？
你起码得有块遮羞布吧。声音真难听，我怕我好好说话你会受不了。放屁！那好看，那好看，那好看个屁！那万一长得不好看呢？那不好，长得不好看怎么办？那好看吗？感谢谢小七，我看一下嘞，我看一下，我先欣赏一下。我先背着你们看一下哈，我自己看一下，我觉得感觉怎么样？你们能听到音乐吗？首先不得不说，真的我这身材真的是绝绝子，我真觉得我这身材真的是绝绝子啊，我的妈呀，这小蛮腰为何他屁股能长那么大，我真没想通啊，我是真没想通啊，为何那屁股能长那么大，我还没看到，你找一下鱼子酱鱼汤，醒醒，这不是白天。这是慢的，这还是慢的。哎，我真的说有一说一，没反应着了，鱼子酱。真的不开玩笑，真的不开玩笑。你 Peter 感觉怎么样？再解决，我发给你了，解决啥呀？发给你了。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自己看人家简单说什么，人家简单说的。你们自己看看，我继续欣赏一下。他放屁，他怎么可能会放你呢？他肤浅，他见识短了，他骗你，怎么可能。哎，不过说句实在话，真的，我下次我铁不在这会儿，我下次一定要准备好一点，确实多多少少有点隐隐约约的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有一点点姨妈巾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吧，哎，就这样吧，反正这次如此的失败也是我自己的原因，你们不相信我也是我自己的原因。就挺难受的，也是我自己原因，你们算了吧，要看你们就看，不看算了。感谢小小阿成，谢谢小阿成。
我反思个屁呀、啊，我反思个嘚儿。感谢谢大参谋，哦不，谢 W， 谢 W。先打突突吗？看老刘什么时候连我吧。下凡了吗？这能一样吗？想当初我在天上的时候，我只喝琼浆玉露的，什么拉屎放屁我全都不会。我听别人说 ABC 好用，我用的是七度空间。我朋友想看要你的命，你朋友只有 plus， 现在只有 plus， 要你命就只有上电视，好吧，要你命只有上电视 plus 才是真的。哎呀，老耶稣家呀，我先给你发个图片吧。不要，那我撤回。好，魔法书，对，魔法书，宝贝。干什么？你想说什么？我发给你，我撤回了呀。感谢叶游寒，拿我当外人。你们，哎，你们不是奇奇怪怪的吗？你们这些人，你们飞碟，你给我主动发个消息，你给我发个消息。两个魔法输了还不跳，这个是让你，这个是掐毒死啊！你请大家中乐了，那是魔法书。干小气鬼！感谢谢 J， 感谢 J 哥，谢谢 J 哥的魔法书。感谢谢 M 哥哥。发了，我看到了。截图已发，不死不休。敢发敢刷，你发问号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也要，没有，只有有我微信的才有，有我微信的才有。太激动了吧？你发问号干什么？刷了魔法书加鱼子酱鱼糖，鱼子酱鱼糖，你主动联系一下他，你私信他，你啊，私信他，大傻逼，我刚刚刷了魔法书。我最近正式的通知大家，我准备戒烟了，这一包抽完说戒就戒。我前面刷的后悔了，你前面刷为什么后悔呢？你加我好友了，你看飞碟就看了一个截图，你看他前面刷他说后悔了，这个你还不赶快 plus 还不冲一样。像不像那个，像不像金粉世家里面仙女刘亦菲的造型啊？
你发的什么？我发的那个啊，我发的那个截图啊。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吗？你上不上吗？你充不充吗？魔法书？哎呀，我真的服气你们了，我真的好服啊，我真的好服啊！你们都帮衬了，你们能不能为自己负点责任啊？你们都摁成那个样子，摁起一坨子了，你能不能充100块钱为你为了你自己啊？这个我能打开不？你打开不了。不敢懈怠，注意嘴脸，能不能看给个截图看？我放不出来啊，这个我但凡放出来，我直接怕就 A 了吧。有很多主播经常放些乱七八糟的图片，都容易被 A 类的，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等你元旦，我24号只有圣诞的，只有圣诞的准备了圣诞礼盒，只有圣诞准备了圣诞礼盒。烦死了烦死了。 Peter 你把这个打个码，你把这个打个码发给我好吧。他们不是要看截图吗？打嘛打嘛打个码，来来来。主要是做不起活动啦，我办一场活动我自己要给好多钱哦，要出好多钱，主要是我身上没多少钱了，我办不起活动了，就圣诞的给你们买的礼品都花了好多钱了。你不是说不要吗？老艺术家，什么叫有种我先发？我已经发了，你说不要我就撤回了呀。我说的是老艺术家。J 你找那个鱼子酱鱼糖，你找鱼子酱鱼糖，你找他。感谢谢陈子成。有编号，会整一面墙，把一到多少号，然后全部给你们就写在那个上面，让你们选盒子，有大盒子小盒子，但并不代表大盒子就一定是好东西，也并不代表小盒子就一定没有好东西哈。感谢谢念离，谢念离。感谢谢 SY。 对，一本魔法书参与，感谢谢 SY。 就圣诞盒子一本魔法书参与，有很好的东西，而且还赠送就是走秀活动哈，就是你抽一个，你魔法书抽一个盒子，然后赠送你一个走秀活动。看现在可以预定一个盒子吗？不可以，你提前说了编号，那我给你塞个不好的东西呢。感谢谢金莲，感谢。等我先把盒子全部都塞好了，然后呢包装好了布置好了，你再预定啊。小盒子里有你那个打火机吗？这个不是打火机，我是富婆，请你搞清楚。哎，我是真的服气你们，多少钱租的？
我敲了个敲，好吧。感谢小七。不是啊，真不是啊，真不是啊，怎么是租的呢？我就不能拼多多买，呸，我就不能自己买拥有一辆法拉利吗？嗨，你们这些话说的，我很不开心哎。感谢谢饭胖子啊，擦一下，擦一下。我在想哦，我还想你们平时是怎么扛的，是怎么扛的，是这么扛的吗？是不是这么扛的，这么扛的。等下我只搭下来一点，不然的话有点假，太假了，主要是它不够长。 要这样要这样子，那我买这个脚不够长啊。你才胖，你全家都胖。截图了，马上举报。你们有点过分哦。啊，是你们男人的表情啊！你们男人表情不正。你们男人不是这样的吗？在我印象中，你们男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呀，暴力。你们男人不都这么暴力吗？哎呀妈，这截图打的，这怕是还是会被逼嘞吧？我总感觉，这个截图打的会不会也有点逼嘞的感觉？我怎么感觉这个截图，你这个马赛克，你这个马赛克。你说马赛克我都你不说不打嘞，普通的要你命，普通的要你命就上电视，要你命 plus 就魔法书，要你命 plus 魔法书。我觉得他这个上了发条，从全市报道，我让日夜颠倒，因为黑夜太难熬，总以为哭过就好。我怎么感觉你打个马赛克好麻烦哦？我自己打吧，我自己打吧。等一下，我找一下。
我自己找一个吧，我自己找一个，找一个好看的，然后我。Get on that party train. 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这打个马赛克有多难？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哎呦哎呦呦呦呦！我咋？我怎么感觉这个？要不你还是全打上吧。你要不还是全打上吧。你要不还是全打上吧。我要个全程代码的。皮特技术人员给他弄个全程代码的。懂啊，给大家弄一个，给大家弄一个全程代码的，好吧？有那味儿了，这麻麻的，我擦！技术人员，哎，直播间有没有那种技术人员可以弄 GIF 的图片 ？GIF 的图片马赛克，马赛克 GIF 的图片，以前我在淘宝上找人做过，但是后面那个图片没了。有没有人能？有没有人能帮我做啊？能帮我做那个马，就是 GIF 的马赛克，可以放在我的就是屏幕上，然后呢，可以有马赛克的那个效果。谁来帮我弄一下？好吧，领取两个，领取两个 Plus。帮我做个马赛克，按我的要求做哈，做好了我给你，我送你两个 plus。 你太丑了，你自己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美哦，不像你。你长什么样你心里面没点逼数吗？你家里没有镜子，你总你尿总有吧，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先好吗？感谢谢刘，感谢下期歪歪。咚吧对，啦不隆啦不。Plus 是啥？就是要你命 ，Plus 要你死。你不死，你回来找我。不是你打个马赛克算了，你打我脸上干啥？打马赛克也不打，不打脸上。我很帅，我自己知道。哎，那我只能说你是不是长鸡眼了，怕是。感谢谢你哥，感谢你哥告白灯牌。你要领取一个吗？你不如刷个魔法术领两个。你不如刷魔法术领两个算了。表情谁不会做啊？人天生下来都有表情啊，就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都是表情啊。什么叫我还会表情吗？对不对？你说呢？你说呢？衣服不好看。肤浅。就俩呀，一块一卖。圣诞了你再上一档嘛，档档不重样。太白了啊。那这样呢，这样会不会好一点？还是暖暖光，暖白光，暖白光呢？感谢谢兔子啊。嗯，嗯，我刚把音乐关了。感谢谢谢谢谢霸王龙，谢谢霸王龙。不动就长肉，动了就出块。
对，我就是这样，美颜开太白了，练啊，这样子吗？所以就前几天一直在动。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不要暖白光，不真实。没有，哥哥帮我上一下虎粮的。长得像我前女友。你刚刚还说我丑，现在你说我像你前女友。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感恩是什么。感谢一醉亲王后，感谢我男朋友，感谢四年半。魔法书看跳舞。感谢信阿鬼，感谢谢四年半，谢四年半，谢我男朋友。这个开这个灯光，我把这个美白弄那么低了，开好像开这个灯光不行啊，开白的呢，还是有点白啊。谢谢迷路的爪爪，就嫌前女友丑才分手的，那是剩女哦。感谢谢你，感谢你哥的十个血瓶。发给他，他刷了两个。你哥，咦，你哥，为什么我们家刷了没 PK 条没定没动吗？你找一下鱼酱鱼塘。你们家没动，那不是很正常吗？你们家大哥没权。你家大哥。你们家哥没权 ，PK 条不动不是很正常？可是我家哥哥刷了一个呀，他都没有，没怎么显示啊。输了就从徒弟身上找存在感，你放屁！哎，人家连我的耶。谢谢迷路的彩灯，你看嘛，这就动了。我擦了美白的，还是擦不了，不知道我是不是跳粉坑了，怎么那么黑？感谢谢方和，谢方和，谢五月，谢五月。现在我买了那个灯，你看我后面那个大灯我没开，但是我一开它全是那种黄色的。对啊，就是你要调它那个怎么调来着，我搞忘了，搞忘了。它只可以调就是灯光的强和暗，可以调强暗，还可以调颜色。颜色我不会哦，我只会调强跟暗。它有个数值的，它有个数值，你可以就是转来转去试一下。看我师傅要我命，那你给我刷点。感谢谢小气鬼，刷个魔法书吗？让我师傅要我命，趁我师傅在，让他要我命是吗？我怕等一下我跳着跳着他被逼了。加好友回你好，这种不是于总的日常吗？被逼。我还好，我今天不会了。你看我今天穿的啊啊，今天我这个打扮就很金粉世家。对，是的，你这个头发卷的厉害了。你是用那个，你是用卷棒自己卷的吗？没有啊，买了个假头套啊。你没看到、啊、这里有个穿的、啊、就直接给他夹的啊。我就说那个卷发棒怎么可以卷的这么卷。对，就把自己弄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是可以卷成这么卷的、那个卷发棒可以卷成这么卷的。其实那个飞碟说要你要我要我命。那你起来跳舞要他命啊。哦，对，他可能说想让我要他命吧。是金粉世家，多多少少带点骚的白秀珠。哎，这不是带骚的白秀珠，人家都直播下了。我骚我，人家都直过发了。欢迎登峰造极。他说我秃吗？欢迎神经病。他说我秃。我家林俊杰哥哥，对，他说你秃顶。我没有，我要不了。哪有？我还要不了呢，我还没上到呢。就那这样是不是就更秃了？这样是不是更秃了啊？感谢谢谢谢我男朋友。那我不是比你更秃？好，好吧，拉回来。感谢谢男朋友，你们才秃呢！你们一天到处到处打我管子的人，你们都还没秃，凭什么我先秃啊？你放屁！
你为什么每次穿的短裤都是这个样子呢？那个短裤。感谢健身，谢谢健身哥哥，感谢谢留恋。我去对面了，不回来了。今天老刘有撩到，我操！他今天是成功吸粉。今天老刘有撩到你们，好吗？完了，有被老刘撩到，我操！截个老刘好看的图片，然后说老刘成长了，发朋友圈，老刘成长了。才一星期不到，哎，你喜欢你就说嘛，你喜欢人家你说去嘛，你讨厌。感谢谢留恋哥，你觉得呢？志玲，我承认她很美，但还是我最美。不听不听不听，我把念经。老刘像个明星，想不起来是谁，就是都像明星嘛，就。不像啊，不像。也徒弟有腹肌耶。我们不算徒弟啊，就是他教我古典舞，教他跳骚舞，我们是挚友关系。我叫刘三林，我不叫刘志林。老婆，我去别人直播间开了个剑士，续费了20个月，你不会生气吧？会，怎么不会？干嘛就不会？你把我想的也太大度了吧？你把我想的格局也太大了一点。小七，完了，今天有被老刘撩到，他今天这个黑丝要你们命啊！他今天这个黑丝就是这黑丝穿着好难受，哥哥，你快帮我把它撕开。欢迎来到解说频道，好吧，我们是解说舞蹈，解说对面主播直播间舞蹈的一个直播间哈。对面现在做这个撩头发的姿势哈，就想告诉你男人，你尽在我的鼓掌之中。好，对面现在要开始换音乐了，感谢小僵尸。对面不是在给你跳野子舞呢吗？对吧？天哪！你看那个小腰板，前两天腰还挺肥的，今天怎么就瘦了呢？火锅有啥好看？魔法书看两个要你命 plus。他咬嘴唇了，他刚刚，他的意思是说痛。他的意思是痛。太有意思，你把我弄痛了，哥哥。这个是什么？我有口臭，你别靠近我。
哎呦，可臭啊！你不要靠近我。这感谢谢寂寂晚烟，我不嫌弃。你，那可不，女主播放个屁都是香的。这翻译的很好，被翻译了。感谢又存呐，感谢谢谢谢安斗，感谢李子轨迹。对面现在做的这个动作，他意思是哥哥我胯子好痒。感谢谢穆小七，穆小七你联系一下鱼子酱鱼糖，鱼子酱鱼糖找他领取汉堡包，恭喜你获得 plus， 要你命 plus。 七级了，升级了，你去人家那续费二十个月，你给我刷不，你不给我刷我生气。对，他现在意思就是哥哥胯子好痒，他现在这个动作意思就是啊。感谢小小阿成，谢谢小小阿成的魔法须，快快去找鱼子酱鱼糖啊，找鱼子酱鱼糖领取。感谢谢亲爱的嘴盖，哎，他现在手你别看他单纯的是放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感谢谢阿晨，他现在扭这个肚子的意思就是哥他想跟你服帖。你看扭两下，胯子痒想跟你服帖，胯子痒哎想跟你服帖，胯子痒哎想跟你服帖，胯子痒想跟你服帖。刘三零到底啥意思？我名字叫刘三零，我爸，我从小我爸就叫我刘备三。感谢谢阿斗，感谢阿斗，就怕你们有些男人看不懂，就是有些动作你们男人看不懂嘛，又是要需要解说。班女主播想给你们表达出表不是表表达表呸表达出来的那个骚劲儿都没有能表达的出来，完全就是因为你们男人无法理解。知道吗？完全是因为你们男人无法理解。感谢谢竹竿，所以需要有解说这么一个，看到没有？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完美的身材，我 S 型的曲线，完全是为了贴合你们大哥的肚皮儿。你们大哥那大油肚，为了完全与你贴合。能明白吗？你们能明白吗？我就是大哥。小妞够骚。现在是就是把椅子当成大哥，然后呢蠕动，他这个意思的要表达就是如果你在，如果君在胯下必让君死。不行，我觉得跟老刘这一次，我觉得跟老刘这一把我必不能输，好吧，我必不能输。我必不能输。感谢三哥啊，就没了。
放分娩的录像可以吗？对，就是魔法说，刚刚那个就是魔法说的要你命 plus。 睡了晚安，你在我这里续费，你给我睡了。哎，你在我这里，宝贝，我好困，早点睡。哎，你在别人那里，宝贝，我睡不着。不，两个，两个。就是火锅一个，火锅领一个，魔法树领两个。一块一卖，啊，一块一卖。啊，今天有被老刘撩到。怎么了？你今天这么跳，你都没有被逼累过吗？居然没有被逼累过，我擦！我刚刚就扛了个假脚，都给我逼累了。呸呸呸呸呸呸呸！乌鸦嘴！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操！他被逼了。他被逼了，我操，乌鸦嘴。做你坏事做尽啊，六三零。六三零，你坏事做尽啊你。我在和我是真的。笑死！欢迎王铁蛋儿，道歉，为什么又我干呢？我这封多久？十分钟？那三十六解封，三十六解封，十分钟？那是哪是我整的呀？未必我在这解说，超管听出了老刘看就一看，真的觉得是老刘是那个意思是吗？是不是就老刘真是那个意思，超管可能看出来了。我这哎手都没动一下哎。嘴里一个劲儿夸，手里点的举报一点不安，我真不是我啊。谢谢三哥，感谢三哥小爪爪。这忙活你干嘛举报？我真没举报他，他自己戳进去的。对呀、啊，封上一段时间再播一下纯情嘛。内卷这么严重，我都没进他直播间，我怎么举报？你们瞎说，你们理解我们朋友之间的情谊。集美们，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我来给大家擦个玻璃吧。我没小号，我不是那种人。个擦玻璃，集美们，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擦玻璃，擦擦
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擦玻璃。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
主要是广告太多了。你们不要魔法书看 plus 吗？魔法书看 plus 啦，看要你命 plus， 要你命 plus。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好好冷哦，把衣服穿一下。不跳舞都行，就想听我说话。我哪天我就不想说话，自闭了，把舌头割掉。潦草笑作云愁，踏破飞沙，指尖沾愁口。待到跳舞，这个是跳舞啊，这不是跳舞吗？那春风上重楼，烽火不尽长安秋。这不是我吗？这是你的老婆。都是你们大众好不好？